梁文音近日在社群上直播，并开放歌迷们点歌，一连清唱了不少经典歌曲，更应景唱了《城里的月光》以及《月光地毯》，随后还特别与粉丝们分享中秋节必吃的水果柚子。两款处理方式，一种是懒人快速剥柚子法，把柚子皮削掉后只需要3刀就可以直接吃到柚子的果肉；再来就是网美必备款柚子宝盒，将柚子皮作为宝盒，再把果肉剔除外皮和籽，并放回到宝盒中。虽然这个方式会比较费工，但成品会比较精致。引人注意的是，梁文音在制作宝盒的过程中努力用手指扭动，要将柚子的皮跟肉分开，搞笑说道自己好像是在接肾，用力的快出来了。一番话让线上不少粉丝全笑翻啦。快了快了快了，这种事很像在接肾的。快出来了快出来了。